他线条很好，我们都没有cue他。对呀，他线条起来，他很久，还一直跳起来，他很久，还一直跳起来，他不知道是你还在数字。他会冷啊，他会冷啊，他要一直跳。哎，他线条很好哎，喜欢健身的人，嗯，真的很好。刚有人说我40还50，对不对？有，有，他们猜你40，你有没有很生气？还好哎，差不多哎，其实。真的吗？差不多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来吧，五多。三十五，差蛮多的啦。对啊，我以为差一岁，我刚以为一岁就三十。差不多啊，35、40。35到40，可能跟你20岁就够了。哇，刚刚摸他，他，你是不是想尬舞？你要不要找我们俩尬舞？他很冷嘞，他尬啦，你才20岁，他的肉超紧的。对啊，哎呦姐，这个我们只能用看的，对，我们只能。那保持距离的尬舞，他皮肤好滑哦。对呀，很滑，肉眼这样近看才知道年轻的皮。 嗯，对，警徽座，他有福利，有，哎呦，哎，哪一位呢？你可以用轿子啦，看你要怎么样，哪两位？你要坐轿子啦，三个，一起躺好了，三个，把他们抱着，站起来抱，往下打，好打，演唱会吗？赶紧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是啦，哎，哇，这太像丧礼了啦。 变青蛙，你不要输，放就放，变青蛙。好，走走走，等等了，这以前那个台客节目上，台企业和台企业，你讲，你不能自己上，小心小心，好心，可以，我可以，可以停下来，来来来，好，脚踩下来，对对对，停下。 飞熊，你一定没有玩过这种游戏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自己就突然上啊！我们两个就在后面这样，而且他头在后面，他就倒头这样子。你怎么可以自己就上楼呢？我错，我错。但下一个我会改进。下次我们跟你成为基友的时候，你不会等我。下一个我会改进。你不要，下一个你扛他的时候，你要面对他啊！太神奇了，凯文老师，我们来看看珍妮。 哦，他现在突然不跳舞了，他在转圈圈，气质。他这样，他都不讲话，会以为韩国人、韩妞有一点，是，讲话就破功了。对，讲话自己打开，然后不要随便开，还是想要秀，很想要一直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要转换一下心情。对，其实。